若冰的琳达，我是若冰。妈妈，今天要开什么项呢？我们这次要做的是篮球机，是真的可以投篮的哦。我们上次做了一个手指篮球机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真的可以投篮篮球机哦，是用巧拼做的。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篮球机，这个是它的球框，我们要用巧拼做一个篮球机的主体，然后这个球框我们到时候会把它放在上面。到这里咯，外面的投篮机呢，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玩到这个小游戏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就自己在家里做。那因为准备的材料随手可得，那做法呢也很简单，还蛮不错的一个游戏。那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去按赞或分享，订阅，欢迎订阅小账号，加油！明天再见。